来吃鸭血粉丝汤。这个是南京冠生袁家的，我吃这个是原味鸭，原味鸭汤哈。哇，里面还有这个泡蹄儿，还有。哇，味道杠杠的啊！里面还有鸭杂，料是足足的，好好吃。我之前吃的是他们家的桶装的，超爱。现在这个袋装的大分量。这个袋装的，283克的，煮起来也很方便。里面有我最爱的鸭血。太香了，没鸭杂，不腥，而且还好吃。有两个口味儿，这锅巴泡在里面，特别好。你们可以试试这个袋装的。几分钟就煮好了，也可以在那个微波炉里面加热。真材实料，你看他们家，好吃的汤都喝完。还有一个味道是金汤的，
他们的料真的是很足啊。那个鸭杂都是两包里面，一包里面两包。汤好好喝，里有一点腥味。